需要它。好，我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手机通，还没有，那再一点点时间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把礼物拿上来好不好？我们来送礼物给大家，让战队啊 HQ 跟巧巧来感受一下整个天女散花的感觉好不好？来来来，麻烦我的耳机吗？你想要什么？罗技的耳机。罗技耳机是开粉汤的，挑战者才有的。台下朋友没有上来挑战，是不能随便送耳机的，好吗？来，我们来送给大家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亲爱的，好，来给他们一人一个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人拿一些礼物，然后待会呢，台下如果很开心啊，有尖叫的话，对，你就送出你的心，好吗？单身吗？单身。好，单身，赶快多送几颗心，好不好？巧巧，巧巧，你也拿一些嘛，送给大家。哎，要我们的挑战者送一下，送一下，应该没有感受过这种在台上撒礼物的心情，对不对？平常都在台下接礼物而已，那你会不会不小心把这一根锤子收进去？我帮你放在舞台侧边可以吗？好不好？我放旁边啊，待会自己认领啊。OK， 准备好想要礼物的请举手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我中间这一点点，我前面这一点点，我们要来撒礼物了，直接撒好不好？等下巧巧，你的范围有点太短了，丢。
也是可以多用。